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他居然没有过来，这次反而是我自己招人家。我就开枪吧，去完结他。这边吗？群主拍外母冥王那个，我刚刚有想到了，我听起来像没有想到啊，哎，他死掉了，啊，还是另外一只，为什么他扣血了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来清除那个土匪营，土匪什么的最可恶了。那片居然没有栖息任何的敌人，哎，那边是啊，那边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地方嘛，那个日向塔还是日向啥鬼的，其实这边有个垂降点没有发现。地平线地图真的是做得很漂亮，除非什么最可恶，我可不是什么杀人魔。对啊，我不是杀人魔，最起码在这里不是。拱门大帝，我看到土匪狙击手，似乎他还没有发现我。草真的是站的位置很不 OK、欸、真的火线猎杀地图超丑，火线猎杀我是没有很详细看它的地图，贝塔的时候就稍微逛逛而已。没死啊！为什么他们都一箭不死啊？好，我潜入成功。欸、他刚刚好像是在拜什么东西耶，我这样打扰人家好吗？都已经2017年了，地貌还跟2007年一样，这么惨烈。哦、那边还有一只，哇，他好像背对着我，他到底在监视什么？我看门口，你知道你们会被入侵都是你害的吗？大大，不敬德的家伙。
有。这样我要过去安全吗？这个好像可以先打个字，有点太雾，看能不能看得到啊？这重点反应也太假。这个吧，这是他头吧 ？OK。OK. Haven't you got anything better to do? There. Keep this quiet. Someone killed one of us. 爆头。这一次逆中很成功哦。杀个他们措手不及。利用狙击手的台词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引火，这个不知道打不打得到，有点远。OK， 在土匪不用讲道义啦，好像有道理哦。反正他们马上就要死了。If they light that signal, it'll make a lot of noise. 竟然用那种这样怎么符合千鸟大师的风范？不符合吗？我觉得我都是。喜欢用力中的、啊，只是常常失败。哦 ，ouch！ 原来那个是首领，惊动了，惊动了them, they can't see you. Cut him. Hey, 我刚刚好像有看到有囚犯吗？我看能不能释放囚犯帮我。这里。I'm not leaving you in here. 解放。I'll get this open. Hold on. 刺客达到最高境界就要正面硬 A 啊！才怪！刺客最高境界明明就应该不要被发现。Gonna need this. We got prowlers, friends. Eh? 等等，我刚刚有把，我刚刚有把那个老大敲死哎，这么酷，来呀！这不好用。
好用。不不不！哈！如果不要被发现的话，人家怎么知道刺客大师的厉害？这样好矛盾哦。刺杀不就是不要被发现吗？可是不让人家发现就没有人知道厉害，这样讲非常能够说服我。啊，卖东西，对吧？就像是每个见到轨道穿黑珍珠号的人都会死。都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啦，所以他还要故意留一些人活下来帮他传故事下去，这样还蛮蠢的。该买吗？要买吗？先不要好了，先不买。啊，对，你有没有卖药水？我觉得我有钱，可是我没有药水。如果故意留一些人的话，那就不能说看到黑珍珠号的人都会死了。那要怎么办？那要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至少我没有摆架子，我有什么好摆架子的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冒险者，最近刚一转成弓箭手，不是剑锋之谷了。我记得刚刚有看到这些贼人的储藏室啊，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边绕圈圈？找不到路，所以说很吊诡啊！如果刺客做得好，名声应该传不出去。会不会强大的刺客就像刺客教条的刺客一样，其实是很高调的？每一位大师都非常高调。熊仔，你看千鸟了，明明是刺客大师，却不玩以躲藏为主的 Outlast 2。看来只好你帮他玩了，他没有中文呐，他没有中文版哦。不然我其实有点想玩的，说夏天就是该来玩玩恐怖游戏，有没有？ Bitter though. 符合时节。所以说刺客做得好，就直接硬 A， 我勉为其难的同意你好了。奇怪，刚刚有看到任务，现在却没有。这是什么？我觉得不像巨齿兽，有点大。有点大，这个不太妙。雷霆牙，传说中的雷霆牙，
我终于遇到他了。广头兽，抓！说什么勉为其难，其实自己就是硬 A 派。傲娇的千鸟最可爱，才没有，才没有！抗议！哦，他把那个石头给敲掉了耶！可是我要前进的路上好像不跟他打不行哦。觉得我要预备好退路。的喜欢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